一杯冰美式咖啡。好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没想过多年后我们再联络，你说 How have you been，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，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，那些炎热了我们的回忆，随着电话铃声响起，你是我命中注定。